这个是地铁一号线，这边的是往向东的，然后这边是往三江口，看一下。那这一站是茶亭站，因为我今天正好要到这边办事，所以说到这边。这个是到达，我现在准备出去。这里有上去的楼梯，但下来是要走路下来的，没有下来的楼梯。这边正对着我们是垂直上下的电梯，啊，这边是乘车的路口，我们要出去，我们要出去。这里有一个指示牌，我要从 A 出口出去，因为这边离我的目的地会更近一点。然后用手机扫码，准备好手机码，我去 A 出口。绿色的指示灯，箭头指示灯，从这边出去。车站设有垂直电梯，请行动不便或携带大件行李等有需要的乘客前往使用。好的，是 A 出口。那边是 B 出口，自动售票机。我们不用那个从那个不需要售票，是因为我们直接用二维码进站。A 出口跟 D 出口，乘车的方向，这边既有下来的扶梯，也有上去的扶梯。这是出口，所以整个这里面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，干净卫生。引导的人员好像相对少了一些。现在是非高峰期，所以客人不多。这时候是早上大概9点多这样子，我也没怎么看时间。OK。我们现在到地面上面，它这边从地面到下面也有垂直梯，但是在哪里我不知道，搞不懂。好的，茶亭站，一号线茶亭站，先播到这里。